了租房打工的朋友们再也不用担心没有洗衣机用了。现在城里的有钱人都用上了这款高科技清洗机，超声震动洗得干净又省电，底部自带吸盘，不管你是放进盆里、桶里还是洗手池里，它立马就能变成一个洗衣机，能360度全方位清洁衣物，比传统手洗更干净更方便。自从用了它呀，我把家里又大又笨重的洗衣机都给扔了，特别是家里经常洗宝宝衣服的和懒人不爱洗内衣袜子的，而这个就能很好的帮你解决这个烦恼，还能把男人的臭袜子和内衣裤分开洗了，让你的贴身衣物更干净更卫生，简单方便又省时省力。而且你就是把它放在厨房用来清洗碗筷都没有问题，无需担心任何安全隐患，一个能用好几年，体积小功率大，不管你是居家在宿舍还是外出旅行带上都能用，简直是懒人的福音，家家必备的好东西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你说穷吧，我又把自己吃得这么胖，你说富吧，动不动就没钱花很周差，你说懒吧，我一天能从早忙到晚上，你说傻吧，还能用智能手机网上冲浪。白又白不烂，卷又卷不硬，躺又躺不平，学又学不精，活又活不动，怎么睡也睡不醒。矛盾的人生我第一人称，生活和梦想怎么保持一个恒温，给家里打了电话说我 OK 能撑，爱情没有谁离不开谁期限难分，就算我身经百战偶尔也想要摆烂，靠在我小小海岸生活在盼望改善，人生如戏本色出演给灵魂一个彩蛋，你说命运是场比赛，那我自己来改判。